先给他推一下，第一步先使那个气枪啊，气枪给他标准给他推一下。这个是必须去面对的，然后开始拆。你看，先从钢管上开始拆。一个一个来，咱先一个一个来。我刚说这个最重要的问题，下边开始。下边，你就这样拆的时候，你这不对，为什么不对了？上头松一下，下边也松一下。如果纯的时候，就是说，两头这头拧死了，这头再动。它会憋着这个油管，你那个这头松一下，对，松了就开始松下面。它为什么这种车主要去说这个拆装平衡器比较问题？还有几个地方，一个是那个，就是我们现在它这个高压油管。一会儿你拆掉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下边也松了嘛，两头等于两头松。气门室罩里边来的话，如果说你装不好，它就开始从那个头部的话，把这个柴油管漏到了油底壳里边去。所以说你这福田康公司这个，麻烦就麻烦在这儿。这是油管，然后呢，从这边这个盖开始拆。这就是这边这个喘气的管，喘气管也给它拆了。
这时候啊，拆完了之后，我就卖给他拿下去。这个时候你拆完了之后，我给你讲讲为什么，为什么不直接扔？把这个远，把这个刮油管，你刮油管你随便装一个，你往上装一个试试。咱们现在你看这个喷雾器，这个喷雾器你是压紧的装，对，你还是压紧的装。如果说它平常装的时候，你是你先装上去的时候，这个喷雾器是，哎，那个动，它会动，它动了之后怎么办？动了之后，如果说你现在直接上去装的时候，或者说压紧，这个时候刮一过就变，变的话就是这个状态，哇，就开始漏出来。所以说这一块当中是出现问题会最多的地方，然后咱们开始拆了，把喷雾器先拆了。我把喷雾器拔开，拔开之后，抽出来。前的时候你看上面是那个我们喷雾器那个柱子，那这一块一般拆就拆不错。但是它里边你瞅了吗？这里边有一个阀，大家看见没有？这个阀，那是一个缸内制动的阀。拿个阀。把这个电磁阀拆了之后，里边那个压喷油器这个，1705B23，这个是它的流水号，4XDT，4BCD3，这个第三排的，这个是油量的修正码，第四排的就是它的这个康明40XPI，它的型号。这个喷油器你瞅拆掉之后，你会发现什么呢？拿着它我跟你说，它实际上。它出现内漏之后，它有几个地方。第一个地方，你这个地方，因为你这个地方是发动机的那个回的那个，咱们等于说油嘴嘛，回机油用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地方是一个 O 型圈。你说这个 O 型圈，如果密封不良的时候，这个柴油啊能从这个地方出来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什么？你看这个高压油管接头这个位置，因为它整个的这头啊，全在哪个地方？全等于说全在咱们那个。气缸这个盖儿，所以说这个地方漏，你说就在维修的时候这个地方漏，或者说这个地方因为咱刮油管没拧紧，它也会把发动机拆漏，是机油里面，它的机油。然后这个压帽，这个帽和这个帽，它这个东西也会漏，
为什么？它里边这里边到咱们今天去修的时候，这里边也有个 O 型圈，也有个皮圈，也有个 O 型圈。然后呢，这个电磁阀和它之间也有个 O 型圈。然后这头的话，头部的这个地方是一个那个胶的一个堵的，是吧？这个地方密封不好也会造成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这个喷油器，如果你一修，如果这么修的时候不注意上去漏了盖子，一漏的话漏就得漏。所以说一般修的时候，你看咱们也得好好的修。修的情况之下，这个欧洲圈，包括这喷油器，它是实验台上的，这个欧洲圈上需要将它的完全那个，说白了，直接这个地方要崩坏。这把600多的拔出来，这个发动机也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，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们一说这玩意儿开始，而且这个发动机里还出现什么毛病了，就是装完之后或者修完之后敲缸的概率能占到%，然后你说能占到80-90%超时，就是一修完就粘到你，把它洗个清楚，就说白了，就一修完就粘到你。第一派4374修的它的这个性能，第二派的是它的这个1709，这个是它的流水口，4XDT4BC3，这个是它的这个，是它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就是说的 KORMA， 其实 KORMA 的意义对它有两级的修正，别的也没有啥，它别的。然后它这个麻烦呢，到时候呢，一会儿我给大家说说它咋使，咋给它装上去，咋给它输入到那个电脑里边去。然后这就是整个的问题。刚才说了几个点，第一个，因为它这个喷油就是最容易出现两个，一个故障就是内漏是最多的，第二个装上去之后，直接的跳缸效果。内漏的地方原因是，比如说一个是咱们喷油器人为修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漏，对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因为发动机安装的时候，最主要的现在看内漏的情况下，还是这个高压油管，我那高压管那里，看到吗？因为安装的原因，你得填正。填了以后，这个就造成了没有。填了以后就造成了，所以说这个情况大家是一定要。所以说有安装的时候安装，今天因为重点就是讲解了安装，讲解了安装的情况之下，把这个安装包括以后那个车上的诊断，啊，今天就是分享这个，然后开始装吧。找个那个过节的话，先把里边擦一下。它这个不用喷油器上那个机油次数传感器能生成 KORMA 吗？可以生成，它那个叫个响应时间传感器，但是呢，KORMA是有它最好的，但是如果说没有它的情况之下，大家伙也可以完全也可以给它修，也不是说修不了也可以修。缸内制动坏了是不是打不着车？这个不是的，缸内制动坏了之后，它只是说这车的话，这个缸它也不是说打不着车，因为你仔细看一下。这是三个，看到吗？三个阀，但是缸内制动坏了，最多的就是啥？最多的就是温度，就是有很多车是啥温度超高之后，然后造成这个
缸里这种也是有问题，因为它的裂缸后来发可以把这个发的一个大小大家抽一下，你那线断了，线断了的话你重新再切一下也行，这个不用不用分缸，这个不用分缸，因为它上面先切入的，你可以按这个缸出来，按这个就是说啥切入的可以按缸出来，也可以不用分缸，先装吧，一个下边里边的擦一下，里边的擦一下，小心了，气吹一下可以，里边气吹一下擦一下，控制里头吹干净了，嗯，可以了，里边一定要抽着干净，好，开始往上装吧，我这边有烟了，讲的是咋样做到，你按这个标准去做，就是你做到能去做到是啥，不用分缸也能给它修好的这种情况，一吸油浮味和输那个 KOM 是不一样，一吸油浮味的原理是一个原理，另外一个，一吸油浮味啥意思？我给大家讲讲，就是它这个车是吧？在实际的在运行，它会记忆这个单缸的，单缸的啥？就记忆单缸的，就是说它工作的好与坏。然后如果打个比方，它记忆到咱们现在是说六，这个六缸的呢，它这个喷油器工作的时候不好，咋工作不好？他现在这缸工作不好，他发动机曲轴转的时候，到这六缸的时候，他都会慢，速度就会慢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会把啥，你知道吧？他会把那种就这缸六缸喷油器来电的时间，就是来电的时间。所以这啥叫来电？来电的时间，它变得稍微长一些。这个时候就会记忆下去，这种就是记忆住。那记忆住之后呢，好 ，OK。现在咱们把喷油器给它拆了修了，是不是你给它一装上，装上去就会出现一种啥情况，装上去之后就会出现，哎，咱们现在出现啥问题，它已经记忆到这缸工作不好，你找人都搁单他的，你先让这个都搁单，这个东西我先说这个它会记忆到它的习惯，然后记忆到它的习惯之后，它还是按那个习惯，它的长没有，那刚好碰巧的话，这缸如果油量本身都大，再来个长麦宽的话，这缸就开始敲缸响，这是要服务，服务等于说磨平它的记忆，电脑版的记忆，对吧？磨平了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你看啊，现在六只喷油器，你看都装上了，装完之后呢，现在是咋的？压板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你看那个压板没有压紧的时候，都要把每个油管装上去。每个油管都要装上去，你看，装上去之后呢，都要拧到底，而且一定要拧到底，两头都要用手拧到底，两头这个都要用手拧到底。
自律六两伏的，大家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现在你看这个油锅用手动拧倒机了吗？是吧？用手拧倒机之后，用扳手还得带。看，扳手这个带一下，这些地方都要用扳手带倒机。那个扳手是七里板的吗？这喜欢。这一步，这一步一定要注意，一定要注意啥？就是说，你看了吗？喷油器刚装上去的时候，高压油锅这个跟这个一定要拧紧，因为我跟你说，一拧紧的情况之下，这个喷油器才是。不然的情况之下，我跟你说，你来吧，你去一拧，一拧就完了。包括有些我跟你说，有些说我修这些电池了，油头我都不会装。我说你一装，你一装不怕别的，你一装你就完了。跟你说，你一装它就老油了，好了吧？啊，哎，这好像都拧紧了，每一个排油器的位置都固定，固定完之后开始装压泵，装那个压泵。对。看吧，这个时候再装这个油。哦，有出警镜了。这个不是老师傅，还是之后再把高压锅拆了，这一次就，而且我跟你说，现在你还得注意啥？你看啊，这三根油管，这时候开始各放各的，因为这三根是吧？你要跟换根插又开始变了，所以说这几根油管啊，这三根就放到哪个位置就开始记清了，是哪一根还是哪一根？不然你装上去，又来了。所以说这个油管的还是个套，你知道吧？就这个意思，不然的话，你瞧一装，这个油管一错又开始。以后那个服务的时候。咋操作？把电接上。都拧紧了吗？拧紧了。行，拧紧了之后就开始把那个盖子装上。
师傅，你看，这个师傅不是咱们行业的师傅，这个师傅是做电工的，电工人群，电工，电工。毛巾是防止螺丝掉的。培训啊，现在培训啊，现在都是对咱们那个所有，现在因为这一轮是吧，包括今年这个培训都是对着咱们的老客户，老客户从2019年的老客户开始进行培训，现在就是一期一期的，一个月两期，人都比我们要来的多，因为都是实际动手，实际动手的多。回去之后还是穷。所以说狗啊还是得自己的动手，因为公司你看这台车，这台车是整体在做这个咱公司自己卖的车，都找了上万了啊，上万了。 A418 修出来怎么样？重点还是技术，不是说实验台这是一方面，它前期得有标准的流程操作。如果说你标准流程操作不了的话，你还是整不好。螺丝开始拧完的时候，拧完的时候还是你看拿着缸的这个高压油管，刚才还是一直放在那一个，然后呢开始去找个吹一下，找个气枪吹一下。全面兼容这个哈特利奇这个1400，1400的功能是所有1400有的咱都有，完全打出来的数据一样。然后呢这个1400某的像一些特殊型号国产的这个单体泵，咱都是用全新的用原厂的数据进行模拟。回在你那个如果买两天才两年，有在维修还是不熟悉，可以过来学习，因为这个厂里边是现在的培训是从2009年开始，然后2018年2017年是每个客户都通过来了之后过来培训。你可以啊随时去联系咱公司，联系公司之后你说还是公司的这个还是以实际动手，因为现在可以越来越往实际动手，然后呢看一下通过那个设备上进行技术支持。行，你回头了有时间了过来，反正都在等一下这个产业孵化园。培训是这样的，培训是那个咱们现在是这样的，就是如果说是咱的实验台的客户，如果说你买的小欧洲的实验台，小欧洲这一块无论啥时候都是免费给你培训会，因为这是一种厂子的增值服务。然后如果说你在8320所有的功能和专用工具，都是免费。
因为啥？包括现在你不单纯说是光个实验室，里头的行程都是需要，都是需要去测量这些工具。只要有的功能，厂子给你配有的，你没有这个毛孔。你说你现在那个小子的实验台，你要来培训后处理不？后处理还少是吧？这个是流程，因为公司里边确确实实成本也比较多。现在这种实体培训的话，成本也比较多。实体吧。对，我前两天在郑州，前两天在郑州的话，跟着那个电工啊、机修工啊，包括有几个男小子，做了一个培训会，听他们的思想，听他们的思想之后，所以说以后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往那个机电一体化呢。就是说白了，就没有电工，没有机修工了，也没有小泵工了，没有轮胎工了，都成商用车的快修开包，是吧？这个没办法，这个以后都是趋势，是个趋势，商用车的一个趋势。对，就在那个王新志。我去讲了一下，听说人家的概念，人家中间的还是帮人，还是想着的。而且这种机电一体化，你看咱们小轿车现在维修这种，小轿车也是维修这种，你自己偷也是，都是咱两个人把啥都修。以后的趋势肯定是，原来的大车是那种，现在的肯定是。他拧这个油锅的时候，油棚它不能。你装一个钥匙，它再打。好。啊？拿缸出油了，跟拿缸一拧一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有空气啊。不是窗户的。然后了之后，拿一缸一出油，这个管子就那个。然后了，把脏东西从这个地方也往外排一排。如果说你直接用拧机一打车，极有可能就喷油气就卡住了。真的吗？啊！再来。好，好，二缸四缸出油。是油管。欠点油啊！我搞肥料。这类似喷油器的话，有这个牌吗？我跟你讲，什么喷油器，它都是小事儿。这个用这种方法都是好，因为你那只喷油器，你这个地方不是外边不是个小油管，你小油管你拧上去的时候，它把油出住，因为这个时候气怎么出去？但是呢，油嘴到那个高油管中心那一段，那你肯定排不了。再高两个。但是你这一节，你是要排。高是遥控吧。好，再打。还有一个钥匙。好，行。对，一个插入键。潍坊，我跟你说吧，今天10点钟准时开始的，来的晚了没办法。以后的话，可能都盯着就是一个星期一次吧。公司也忙，一个星期一次给大家分享分享。
来，刘文没看见，我给你讲讲最核心的地方。这个就是咋了？就是这根高压油管一定要记住，就是说喷油器没拧紧的时候，把高压油管都固定好，然后再把喷油器，再把高压油管拆了，拆完之后再往上钻。这种有回放的，这有回放。有回放，有可以有回放。录制的有回放，录制有回放。嗯，你是拍的视频吗？我没有拍的，我是直播的。直播，直播应该有吧？照了之后呢，而且声音呢也很正常。它这个东西有更多的就是有些原因，也不是说多方面的原因，也不是一方面的原因。然后之后呢，我把那个解码器拿回来，讲讲这个上边的一些辅助的操作。选择一二三四五六。